后宫唯一可以比较休闲与玩乐的一个地方，它也可以看到一些树木。那么这一棵树，大家看到两棵树，两个树枝拉出来的这棵树，这棵树叫连，就后人叫它连理树。对，就是因为就是溥仪和婉容皇后曾经在这之前有一个合影，那么这就像两个人手拉手一样。那么在后边还有一棵树呢，其实是两棵树长成了一棵树，长着长着两棵树就变成一棵树了。所以有很多夫妻都会在这地方照相啊，希望能连理这样的，在天愿为比翼鸟啊，在地愿为连理枝，就很多夫妻都会在这照相。然后它这地方大家可以看，这个房屋的建设是很漂亮的，这些石头怎么出来啊？在这地方都有花纹，这都是用石头一个一个上画画出来的。那里爸爸，是爸爸，怪什么字？是冷吧？你好呀，咖啡啊。烧吧，真烧。这一眼的烧，烧的这味儿。我后来这里看到。哎，你俩怎么走了？